制作出属于自己的节目咧，真系好有满足感噶。喺电台度翻工咧，就唔系朝九晚五咁黑板，除咗可以识到好多人之外咧，我嘅同事佢哋有得现场采访冬奥喎，呢啲机会咪人人有噶。细细个就已经立志要做 DJ， 估唔到而家真系梦想成真啦！广播热浪全力释放，后浪 DJ 训练班现正招生。